好啦，今日咧又带大家开工啦。今日咧全日都做一样嘢，就系宣传。今日咧就系同千华一齐宣传新歌。咁我哋亦都有一个新歌嘅发布会嘅。哇，落车咁啊，整头化妆嘅期间应该可以练下歌，谂下自己一阵要讲嘅嘢啦。呢个光整到我鼻好大。早晨，早晨，早晨。咁我哋化妆先啦。哇，咁快几秒钟咧，我样子就 download 完啦。喺边度 download 咧？以下有个网址嘅，你哋可以喺度 download 我个样嘅。咁咧，而家咧就准备出发啦。咁有啲紧张，因为第一次唱呢首歌嘅。冇讲咁多啦，而家即刻出发啦。做咩得我一個喐噶？拜拜，拜拜。我哋而家喺后台准备啦。呢个时候有请两位主角出场。出场啦！包头嚟，杨千嬅。最想实现的一个想法就是想找一个在大家印象里面确实是真的背后女人那个人，一个歌手去跟我合唱一首真的由女性角度去讲的一个主题，想到唯一一个就是千嬅。现在譬如广东歌里面，因为通常都是很惨啊失恋的歌，咁其实男人背后都是一个很 sweet 的一个歌来的 positive。他跟我說想做一隻合唱版的時候，我覺得也好喎，兩個人的感情關係其實隨著大家的人生路怎樣已經有不同的層次，還有開始人都會在家庭的方面開始著重一點，然後有一隻很 sweet 的，即有時如果將來人家去分別請我唱歌不用問下我會出去問你即可以唱 sweet 的歌，我都很剛剛發號給了機會我去學歌的歌。每日的笑声，不要等到没能力。杨千嬅，有咩动力驱使你在咁忙的情况底下，都同周柏豪合唱《背后女人》呢首歌啊？系 melody 啊，定系份歌词啊？系爱啊！啊！你爱啊，揸实支咪啦！你爱啊，揸实支咪啦！笑死，好笑！每次系啦，系，一入嚟就即刻重生咯，即系我出去。哇！勁快就嚟到呢個拍攝嘅現場啦！咁咧今日咧就係要影一個電影嘅 poster 嘅。咁啊呢個電影我有份客串，電影公司都好想我去為呢個電影影 poster。咁啊我都幾中意呢個劇本，咁所以都冇乜所謂，可以嚟支持下。啊，其實同我頭先有咩分別？拉拉鏈未？其實我成日都唔記得拉拉鏈嘅。有時我上到台先發現，跟住然後咧對住個台啊 ，hello 周柏豪咁樣，咁啊隻手可能掃到，咦冇啦啦，佢講完嘢之後可能突然擰轉面，咁已經拉翻啦。喺裏邊咧，我係先一個記者，所以我係有帶動。一戴依啲眼鏡，覺得自己心理變態。好，做一個心理變態人先。Close 出半自動司機乜嘅手槍，哇！再試一次，咁啊，咁樣揸住。Damn！ 用呢個好好玩，哇！好有型。因為你隻手大，所以應該係更加力。
又拍完了，今天正式放工了。但是刚才大家应该看不到拍什么的，因为电影呢就应该是迟过我们这个出的，所以所有东西要保密的，就等于我现在换衫一样都是保密的。咁咧，今日咧就差唔多啦。我自己今日非常之開心，同埋其實我今日好緊張，因為成件事係由乜都冇，跟住去到揾千華啦，去到同 team 女去傾歌詞啦，咁中間發生咗好多嘢，好多艱難嘅嘢，所以我今日其實係緊張過我開演唱會嘅，坦白講。所以今日所有嘢都好順利咧，其實係好感恩啦，同埋好多謝大家。即係台前又好，幕後又好，好多人去成就呢件事，仲要即係大家都知道啦，跨公司合作，跨公司合作係一件好多嘢要處理一件事，版權啦，一啲唔同公司有可能有即係唔同嘅政策啊，有唔同嘅 planning 啊，咁呢啲嘢好多嘢要去互相去配合，咁今日都能夠好成功咁做一件事，咁啊亦都希望大家中意啦，咁啊。背后女人呢首歌大家就听咗啦，觉得点呢可以在下面留言嘅，亦都可以随时发表你嘅意见嘅，希望你都会鍾意啦，下一集再见啦。